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姐，这期带大家认识这些漂亮多肉的植物名称。咱们从这个最早的说啊，哎，这个叫艾伦，嗯，这个呢是比较红，这个叫黛比，哦，这个叫本巴必死。这个名字不太好记。本巴必死不太好记。嗯，这个呢是林赛，这个是林赛，林赛，这个也是黛比。啊，他俩是一样，这这个两跟个，这个是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呢是水蜜桃，这两颗都是水蜜桃，这颗呢是玫瑰莲，这个叫粉香槟，粉香槟，粉香槟，这个也是本巴必死，这个也是本巴必死，这三颗都是叫了一个名字，这三个是一个名，这两颗是一个名。你说那粉香槟咋不是粉色的呀？嗯，还能长成粉色的吗？能长成啥？这个没上颜色呢。这小玩意儿，这小个应该是蓝石莲。蓝石莲，这是荠菜树，荠菜树，那个那是个是那个，这是花边月影，花边月影，艳日回锦。艳日回锦，这是这个呢？那也是花边月影。花边月影，这大颗，那可是花里红扯，花里红扯，这还有这吊这盆，是吉隆月，吉隆月，这吉隆月最能长成老庄的是吧？最能形成悬崖庄。最能形成悬崖庄。那边那就是那个火火鸡，鸡，你那火鸡这也是红的是吧？多好看！好了，这期视频就。